先看装备，第一件装备啊，直接奠定了一个法系的地位。蓝字啊，是梦幻西游内卷以后的啊最终极的一个特效，腰带愤怒加法术暴击几率 1.05， 全梦幻法术暴击几率最高的话是 1.2， 这个是直接 1.05， 也意味着什么？腰带有蓝字，直接比别人的法系高了两段以上的舍利子。 1.05 的法术暴击几率可以换来18点的法伤，18点的法伤是两段多的舍利子啊，别人的项链16段，他的项链18段啊，法术暴击几率加 1.05 的啊，来自于雪山。梦幻西游啊，最经典的三个项链啊，分别是301和两个295啊，基本上就是倚天剑、屠龙刀、卧龙凤雏、得一者得天下。当时的 MC 什么秒就赢啊，全服的龙宫，当时指挥都跟着喊，你就跟我炸。391啊，最极限的话是301，这个项链295啊，这两件装备一搭配啊，一个是变速箱，一个是发动机，无敌，懂吗，兄弟们？没法超越。这种帽子直接看熔炼就好了，16×12192，出防啊191，再加上一个15啊，这个帽子的防御呢是106啊，这个帽子永远在路上。这个帽子啊，武器的话15段的高伤啊，武器的话15段的高伤，然后再加蓝字法术暴击伤害，当法术暴击的几率已经到达一定的同时呢，法术暴击伤害暴击的话，别人暴击是200%，你是210啊。衣服的话是 4.71， 防御的话是303啊，蓝字极限灵力啊，蓝字。鞋子是自己绒的啊，防御106，敏捷67。戒指的话啊，可以告诉大家国标是14啊，那八就爆四，五就啊19就爆五，21的话就爆7啊。一个零式下排直接爆了16点法伤，耳饰的话是21啊，21再减去一个14，爆了7。还有一个爆了3啊，还有一个爆了1，耳饰爆了11。耳饰大家觉得也就一般般啊，那是因为新的耳饰还没有到货啊。国标呢上牌的话是28啊，用37减去28，上牌爆9，下牌21爆7啊，16再加上啊19再减去一个14是爆了5，16再爆了2，这个零饰综合爆了23啊，基本上面临着无爆可爆啊，终极狂爆啊。所以说伦总的装备呢只有在路上，零式的话三防御，国标28啊，34爆6 36爆8 35爆7 11段8级的163啊，配饰也是13技能善恶神马。这个神马给法系带呢确实是没啥用啊，但是同样站在龙三，我们都开龙，我们有神马的法系就先出手啊，回合制游戏先出手肯定比后出手好。现在手师呢速度再慢，16段的黑宝石也比宝宝快啊，所以说已经不去手师了。还有藏神啊，这只谛听小一致啊，须弥加关照万象，9技能的谛听呢大概的价格呢是35万，多一个一致这只宝宝啊是40多，但是这是表面看到的40多万，这只宝宝真正的能留在伦总的号里只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它是光速啊，速度资质1587，现在谛听打的多少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出手是另外一回事啊。这只宝宝之所以在伦总的号里，就是因为它素质高啊。镜台妙题加凝光炼彩加法防加高级隐身，11000血，然后还有83个属性点没加啊。这个法系有大量被轻宠被针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拉出一只常规的血宠啊来稳一稳。镜台啊加力劈啊，资质非常的 OK， 这体资4700，直接比2700的高了2000，2000的体资差不多等于150的工资啊，相当于11技能1600工资的一个超高成长的啊。单纯比属性，明年吧，今年咱有点装逼，明年谁也比不了啊，明年这个童子的资质谁来都是白费啊。10技能的镜台壁垒啊，现在的话基本上啊没有女拔木，力劈有没有无所谓，给兄弟们上点刺激的啊，要不然以为伦总真的小打小闹，这个童子绝对给你们来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啊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，有箭头那是基本的啊，13 14 15 16，这只宝宝还没有高神，力劈加慧根啊，这只宝宝是6技能力劈神马，6技能的宝宝都能打力劈神马了。
接下来有人怀疑是野生，毕竟180斤的宝宝属性点竟然才190，而且细节到你们看什么叫做细节，就是他有需要的属性，他吃到了一个16加15啊，再加15 46，你们应该看过王谢和梧桐吃这个东西吃了30000块钱都没进上去，就为了多的几点属性点，这个就是叫梦幻西游终极内卷。这只宝宝的资质啊，今年是可以打压啊碾压净台的。无奈出品，当然这只宝宝呢在我陈继哥面前呢还是逊色一分啊，我陈继哥有一只6个全都是16的啊，进阶110宝宝啊，109群雄陈继哥。杀人力劈啊，杀人力劈兄弟们没啥花招啊，杀人力劈只能是把宝宝装备啥的啊稍微提升提升。净台力劈啊，这个慧根资质比刚才那个只少了点匹子，9月1号吃真经多了一个慧根啊，加上深思那单更加的永动机啊。死亡法防神马，这种宝宝在伦总的号里只能说一个常规啊，伦总以后马用不了，弟弟帮你带啊。兄弟们啊，刚才那只18技能力劈壁垒神马童子工资1650啊，已经站到了巅峰啊，但是再牛逼的力劈壁垒它也就一般般啊，这只谛听兄弟们是带箭头的啊，不会没有眼睛的林中鸟玩具宝宝吧，谁家林中鸟宝宝能攻击资质758啊，对不对啊，直接看后排技能法连啊。再来轮子特别多，而且还有招架精神集中抗风，完美的技能有12个啊，招架还有进步的空间，等轮总有更多的，等轮总有3个翻页的这个关照万象的谛听以后，这只宝宝就要终极冲刺了兄弟们啊。